Okay, here we go. First heat right here. You know my name? Mila. I'm gonna bring you back. Gonna bring you back. It's funny. Then and now.Back then it was a Bhutan China. We tried to get by, yeah. Making faking doors of dirt. Wearing my turn, my Ricky skirt. Raising a cannon, potatoes and corn. Everything everywhere since I was born. Had it was getting to me is me. Back in the sending colors tre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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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can stop me from living my life, yeah, yeah, yeah. 就像歌词中唱的那样，本期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来自四川自贡的嘻哈女歌手 Mila。 不论是舞台上还是生活中，她都如此性感奔放，活力四射。不用多想，她一定是一位有故事的女同学。只是 90% 的人只能猜中她故事的开头，却猜不到结尾。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毕业之后， Mila 一度为了爱情暂停了音乐的道路，可是唱歌一直是她心中挥之不去的梦想，所以今年八月她又签约了新的音乐公司，重新开始音乐创作的道路。这本厚厚的歌词本记录了她半年的音乐之路。这些就是我一次性写下来，我就是觉得很好，我就不想改了。嗯，所以就没有太多需要改的地方。这里面有多少首了？已经10多首，就是从半年以来，就半年之内的。嗯，对，你大概多久会创写完一首歌？一天之内吗？还是几天？就是不一定要看那个，看感觉，有时候会写得很快。然后就比如说我今天在出租车坐车去公司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要写那首歌给 Chinese girls，中国女孩，然后就突然灵感来了，所以我就觉得要写。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一直都没有灵感，就因为我不喜欢想说自己一定要今天写一首歌出来，所以我就会把一些不好的歌词也拿来用，所以我会要等到我有灵感的时候。我是2009年才开始，定型为说唱。嗯，2009年。嗯，就再也没有唱过流行了。中国女孩子有小的眼睛，对，长得矮，然后又没有身材，但是其实很多中国女孩子不是这样的，对，所以我想写一首歌是这样。很多歌手，尤其是中国现在的说唱歌手，他们会去租跑车放自己的 MV 里面，然后说这是他过的生活。他拍完以后他还把车还回去，也还不敢给他别人撞坏了，这根本就不是你的生活。他们可能就坐地铁上班，或者是打车，或者 OK 家里有一个车，但是不是这种很贵的跑车，那你就没必要花钱去租车说这就是你的生活。或者有些人说你不要来惹我，你只要你敢来惹我就敢打你，但是很多人很瘦小，你能打得赢谁？我想说真的，我不喜欢这种。比如说像国外很多人，他们说如果你惹到我，我会拿出一把枪来放你头上。人家是真的有枪，而且人家真的是混社会的人，而且人家是真的是有那么多钱，他们拍的车是真的是自己的车，这个私人飞机也好，
就他们讲的都是自己真实的生活，在中国你连配唱的权利都没有，嗯，所以就不可能的事情，嗯，所以你就不要这样去唱，不要这样去说，嗯，所以我喜欢就是你耍，你可以耍酷，但是你一定要写自己有的东西，嗯，没有的东西就不要编出来，为了大家觉得你很了不起，嗯，所以我觉得假的东西没有人会喜欢，嗯。就是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比如我爱中国呀这种可能怎么说就是比较正能量一样这种方式来唱戏哈，你为什么会想到这种方式，嗯，因为这就是我想的呀，嗯，比如说我的歌那个爷爷这首歌就是因为我想我爷爷所以写的，然后比如说第一首歌名叫 Mila，嗯，介绍是我自己，嗯，我就是想要介绍我自己所写这首歌，然后 I love China 我爱中国，我跟那个美国的朋友一个美国歌手，嗯，King 跟他一起合作这个作品，嗯，他就是很喜欢中国，嗯，所以我们才写了这些歌词，不是为了让歌曲好听而去写的歌词，嗯，而是真正的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嗯，对，所以没有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去写，嗯，是真正的有这样的想法。我一直都相信富足的存在，从小我都享受父母朋友的爱，直到爷爷的离去我开始怀疑，放下合适的双手，抬起下跪的双膝，为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是否足太忙指错了方向，或许心根本不真实，是古人的故事欺骗了我们的善良，彷徨惆怅失望走出思念也的悲伤，人说好人有好报，我是谁开这个玩笑，他用汗水浇灌田地，把善良单纯交给儿女，曾经一贫如洗却从没想过放弃声音，为什么得去他的生命，难道这是天意，病床上微弱的冰冷，你对爷爷太过残忍，你如何把善恶区分，你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欺君太甚，没见他最后一面是我最大的遗憾，重孙出世他只匆匆看了照片，直到母子平安安详的闭上了双眼，那晚我疼痛醒来看到爷爷站在床前，平静的看我欣慰的笑着，他说以后的路米拉不要怕，你有一颗最善良最坚强的心，相信自己就是最好的方法。米拉的真实与自然也体现在她的生活中，不像别的艺人为了减肥而节食。米拉工作到半夜之后一定会点麦当劳，吃完之后一定要运动两个小时才睡觉。她喜欢舞台，喜欢出汗，喜欢屋子里布满绿植，喜欢记录自己的生活，喜欢学习不一样的东西，喜欢音乐。无休的音乐乱笑一呼百无忧不改，路还有很冷，梦还没腐朽，你遇到最后不忘心前你还觉得有点不太好，我觉得准备的不是很充分，然后因为时间很着急，反正就是可以更好，不差，但是可以更好。不录咱还录，先两遍吧，就那两遍，就那两遍。这按循环两次。行。Merry Christmas.
天堂里。是的，真的，我们拥有56个民族，东方巨龙文化悠久，永远被佛祖所祝福。我爱中国，我爱中国。501，哇，那不小呀，但是都是陌生人，有人给你评论。就是第一次带他去乡下，就在农村，然后特别热，所有的孩子都穿衣服，但是我们全部给他脱了，因为他我们觉得完全不可思议，然后穿那么厚，然后他就看到了邻居家那个生的狗，对，他就跑进去玩，不肯走了。Say first time. First time, Romeo go to the beach. Romeo's first time in the beach.Let's go, Romeo. I need to take off my shoes, man. Let's go, Romeo. Whoa. Whoa. It's okay. It's okay. Wow. It's okay. Come on. It's okay. Whoa.爱，把你捧在手心的那一刻起，我就决定只给你爱，其他多余的都不强加。红色小象无硅油婴儿洗发沐浴露8大无添加，肌肤纯净健康，适合宝宝肌肤，也适合我。什么多余的，我都不要。除了爱，无添加。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就是我这个男朋友，你看到没？那个什么，我们在宿舍地方，那个表白的，然后我就我在表白的时候就扯了一脚，然后我就闭上眼睛跟他说，而且我在闭上眼睛大声喊着，我说我真的就喜欢你，然后。我自己的名字写的女主角，然后其实我里面加了里面很多故事情节，女主角 Mila 在高中在学校的故事情节都是以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第二卷的第十章，就是已经发布的章节，这是有一卷二卷，第一卷有21章。大概一章或者说一卷有多少字？就5000字，3000到5000，一般是5000。因为我觉得你从小嘛就很自由的自在的想追求自己的生活，比如白天上课，晚上去唱歌。那你的父母没有干涉过你吗？因为好像我觉得我父母他们不会干涉我，他们会跟我说，首先注意安全，然后呢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然后但是最后的。就是，而且告诉我你要把握尺寸，每一件事情，把握一个度，但是最后的决定是在我手上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我的生活，所以我有权利，或者是说更好由我自己来决定。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他们很相信我。比如说我在俱乐部里面唱歌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得我学一些不好的东西，或者是说去认识不好的人。事实证明，他们没必要去担心我。对，就是一个信任。所以你不是那种说问题少女，说哎我要叛逆啊，我家庭说不太幸福，所以我要出去，而是就是你喜欢唱歌，你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是，我很叛逆啊，但是我家庭很幸福。所以他们从小会给我一个，比如说我爸爸妈妈很早在一起，他们是对方的初恋，然后在一起到现在，然后所以我在至少在爱情上我是很相信的，所以我不会在比如说晚上去俱乐部的时候，随便跟陌生人怎么样。我其实我很叛逆的，比如说经常
不上课逃课，跑出去玩，跟朋友一起出去玩，我在做一切叛逆的孩子做的事情，但是我跟就是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就是我只追求我的自由，但是我不会违背一些我不应该违背的事情。就是你不是带着恨去做这些事情。对对对，我是带着自己的憧憬，带着高兴的心情去探索这个事情，去做就正能量的去叛逆。那你也不担心别人第一次看到你误会你，就觉得啊你是不是一个很随便的人？就是我不会，我觉得不会，因为他们都会来跟我说话，不管他们怎么想。首先不管他们怎么想，他们都会来跟我说话。当他们一开始跟我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不一样。但是我不是每个人都会去理他们。在哪里？哦，这里。我最喜欢说这本书我是在2009年买的，然后到今天2017年看过很多次。我特别喜欢里面写的，它是做最好的自己，女人魅力修炼全集。然后呢，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去做一个有魅力，高雅的一个女人。我喜欢里面的有一句话，这句话，能屈能伸的女人最完美。意思就是她既要学会在白宫和总统聊天，也要学会在家里煮很好的咖啡。就是然后就是内外兼修。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很欣赏的这种人。而且你平时还会注意自己学外语，我觉得这挺难得的。对，我会有，因为你需要写一些英文的歌词。对，这是我最开始学的语言，是俄语。俄语，对，这是我以前上，这些都不是在课上做的笔记，都是我自己下来在家里自学的时候做的笔记。全部都是那个标出来什么地方懂什么地方不懂，这个很难得。 OK, here we go. First he right here. You know my name? Mila.记录100个平凡的人生故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公众号非正式调查，期待你成为我们独一无二的观众。